喺呢個疫情底下啦，各方面嘅競爭，特別係凍肉嚟講咧，都係非常之大。三四年之前咧，其實我哋預測到我哋個品牌嘅路向咧，其實有一個差異化嘅定位。我哋睇得到負十八度嘅凍肉咧，其實大部分我哋係網絡一啲民生嘅受眾啦。